你是什么丁？我记得我将伊用到骨折，不都随头不都死路，然后我被人输掉，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这到底什么丁啊？洪林坑是京都真凶，真将人割他呀，你晓真凶又如何？刚我永远是亲亲弟弟，路人为何家亲何家割呢？是亲戚就是弟，也是亲，不管如何马上就可以割下了。苏焕新，我听你几番计较，你们如何证明你不是七千之主呢？苏某无法证明。苏焕新，如何都此为代表什么恶事呢？苏某既然来路，当前并不该随什么位。原来路就是七千之主。苏焕新，林虎金，我听清。苏某之名可是该负尽，但事到今日，既无此必要。你能亲口承认你是七千之主？是，我就是七千之主。苏焕新可是好胆识。苏焕新已经承认，众人将苏焕新弄起来。你谁？木匠奴绝不将您当到素焕新。你认为雷魂之龙救得了素焕新吗？若无完全的准备。木蕉农的几次岁吗？木蕉农，先保守你的心腹，今早再来吧。归还工作力。为了心腹，今早去。此地岂有木蕉上药？
业休天，临时答应归位。今后，今天就将恁为素还金一同入告洪船帮。进进进进进！严公鸟之兄戴文正，雷魂一叶小天，永保护素还金全身之体吗？用得公兄心得精彩，我将我一款仪，永保住南方之族之威吗？素还金承认七千之主的身份，是真是假呢？又将为自己带来什么种的命运？严军的瞬间之路何时才会终止？七千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玉帝接连传的兵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宝地戏《霹雳英雄本质》《金光记》第十五集，一切换断。